啦，就是可以让你们办的活动。那今年又很抱歉，又比去年少。可是看今天这种场面，我看不是钱的问题，是我们理事长的功劳，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理事长很辛苦啊、哦。然后这个理事长把我们这个马祖同乡来到台湾的，其实在马祖住在马祖只有6000人，可是全国的马祖人大概有11万人，对不对？有11万人，可是马祖人非常的客气，在台湾很努力在工作，但是也不会到处去讲说我是马祖人。其实马祖人成就很高，像我们台下，我们就一个张校长，内地高中的张校长，还不仅这样哦，彰化县的副警察局局长也是我们马祖人，然后中央信托局第一分行的那个经理也是我们马祖人，我们马祖人好不好啊？优秀，所以非常高兴啊、哦！今天有这个机会，去年没有来，今年来，希望未来我们年年都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马祖乡亲来这样办这样的一个盛会。然后最后有一点，那个今年的9月9号，农历9月9号是马祖的升天祭，可是大家有没有记得啊？林默娘出生地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梅州不是吗？有没有人知道林默娘的出生地在哪里？哦，梅州。那有没有人知道林默娘升天的地方在哪里？在哪里？马祖啊，真的、啊。我跟你讲，太小声了，你们马祖人都没有把这个声音哦发到台湾来。林默娘升天的地方在哪里？马祖。对，林默娘升天的地方在马祖。林默娘的原名在马祖，所以今年我们马祖的县政府也好，然后那个有一个马祖在马祖协会马管处，特别在今年的10月28号办了第一场那个马祖升天祭的研讨会，未来就是要把马祖在马祖这个发扬到台湾400万个马祖信徒，让这信徒一生都到马祖去玩一次，好不好？好，好不好？好。但是要靠你们啦、啊。要靠你们宣传说林默娘出生在梅州，可是林默娘升天在马祖，好不好？好，谢谢，敬祝今天晚会非常圆满成功，谢谢。啊，谢谢我们这个帅哥特别帮我们介绍，不然我还不知道呢。你是所有的贵宾里面讲最多话的，讲最久的，所以你要抽抽一点奖，麻烦你啊。因为哈、哦，我虽然是台湾人，可是我很多马祖朋友讲说，我是所有台湾人最了解马祖，这样对不对？我看你是长得最像马祖人。多人选，真的真的。龙内爱内哈上，听不听懂不懂？6060183呐、啊，我会念 N 3 3 5 6 7 8 9 10，对不对？内垂白高。雷锤白高2789，这样有没有标准啊？标准。啊，谢谢谢谢。谢谢，拿到10位补奖。补奖10位。10位一起抽。一起抽。三零五三。感谢我们行政委员会的我们这个视察哈，陈才能陈市长，谢谢。1068。你知道他不是被盗，却怎么也不似水。我想看清，却看越不清，却看越伤心。原来是种前尘后的牵挂。
怕婆啊，姐嘞！我们桃园县妈祖同乡会王理事长，我们陈总干事，我们最佳主持人哈黄华龙黄老理长哈，这是我们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啊，各位妈祖同乡会各位乡亲长辈，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啊，所以我们做事立委不作秀，在这里感谢各位支持，祝我们今天的晚会圆满成功，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谢谢。哦，总干事，你看看，不错不错，体能很好。空战的，总干事说他是空战的，所以要他把他放在那里。你不用讲，我们也知道的。总干事的大腿不是做女人的，是要做摸彩箱的。五六三，五百六十三。这个是第几奖？五百二奖。我想要解脱，不想再躲在阴暗角落，沉溺在嘲笑的恶报我中。我想要放纵，不想再让人笑我不懂，快乐的世界我不再沉重。我现在全身热血沸腾 ，No you know。那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痴人做梦真的很简单啊，谁说我痴人做梦？我几家楼门花都门花都，就这样每天生活在你眼中。你说我痴人做梦，别再做不可能的梦。咖喱狗，咖喱狗，已经实现我想要的梦。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我们的乐手，每个都很像明星啊。谢谢大家。好，唱完歌了，大家要啊！你是抽完了，下面有头奖一位，特奖四位，由我们理事长来抽。602，瑞款雷。白狗狗899。好，谢谢谢谢我们理事。好，我们陈理事讲一下话。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咱个欧洲那边突然跟庄一撮，来我欧洲将来开始运走，希望各位为了你做看啊，怎么样会会员的卡了？会员就来咱个欧洲了。双击两轮的以上，咱个今年买有怎么样会？托你莫错我，阿来莫突然。今天你欧洲这边的土雷，土雷让他乡亲去团结，使我们才有今天这个规模。希望各位乡亲继续团结合作，让我们马祖会馆能够在桃园县八德市发扬光大。谢谢。哦，掌声最多。啊，接下来请我们理事长。各位亲爱的乡亲们，我们李监事请上来。理事长抽奖之前，请我们各位的李监事以及我们会务人员上台一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所有乡亲的支持，我们要请我们的同乡会的所有李监事在台上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所以说，我们在理事长抽奖之前，我们特别上台向各位致意一下。刚刚我们陈理事、龙柱兄的一席话，
激起了我们所有马祖人的心声。我们想，马祖是我们的信仰，马祖是我们生长的地方，马祖信仰我们的最虔诚，马祖故乡也是我们最风光。我们在桃园，在台湾的马祖人一定要为我们的故乡争气，为我们的自己争气。现在我们已有了马祖会馆，我们同乡会的所有同仁在理事长王世平的领导之下，我们要秉持着恢弘边城风情的优良传统，凝聚马祖乡人精神团结。希望我们所有的马祖人一定要到我们会馆来坐一坐，我们要加入我们的会务，大家共同为马祖人打拼，你说大家好不好啊？好，好，我们请理事长带领之下，向各位深深一鞠躬，一鞠躬，来，掌声，感谢他们，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乡亲，现在请我们理事长抽啊头奖跟啊四个啊特奖，先抽特奖，头奖换最后一个。好，特奖。现在抽特一，是什么？有。什么特一是什么？价值4500块的礼物。好，开始。602947，陈红枣，陈红枣，恭喜你！再来特二，特二是理想牌的瓦斯炉。把摸彩键对好啊！602078，602078，来讲一下马祖话。来命七百，来命七百。好，接下来特三是高级瓦斯炉，601992，601992。来命一高高来。来令一高高来，来恭喜！还有特四哈，特四，特四是烘碗机，是孙大清委员的烘碗机，601995，601995。来令一高高牛，来令一高高牛。然后。乡亲，把你们的兑奖券啊拿出来兑哦。啊，记得哦，万一你没有抽到这个大奖，要拿着那个票根去领纪念品。去窗口那边领纪念品。那我们也感谢我们西格玛带来那么精彩的表演，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来，来，你念一下。1412。爱谁爱你？先不要走、哦。爱谁爱你？先不要离开啊、哦！一四一二，说不定这个人已经先离席了。有。好，恭喜恭喜！一四一二，各位乡亲，没有抽到奖的话，到柜台啊，你看我们有一个纪念品。好，谢谢乡亲。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参与啊、哦。啊，希望明年的时候，谢谢大家，期待再相会啊！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阖家平安，发大财！谢谢大家，谢谢。